右眼，右眼皮跳啊，右眼皮跳啊，我又看到那个那个塔吊了啊，又看到那个塔吊了啊，又看到那个塔吊了啊，然后看那个塔吊上过来像一个人一样的啊，过来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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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下来啊下来了啊，下来了啊，下来以后。下来以后，他就把一张图纸摊在地上面啊，把一张图纸摊在地上面啊，摊在地上面以后呢，然后那个变形金刚可以按照那个图纸上的这个可以把它接起来啊，然后呢，它破完以后呢，又上去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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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了。上去了啊，上去以后呢，它又下来了啊，在这个位置上啊。又放了一张图纸啊，这个是一圈圈的那个上面的标记啊一个，然后这个呢是侧面看过去的啊，侧面看过去的啊，又放了一张以后呢然后又回去了啊，又回去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那么有人想那不是就变形金刚自己拿就行了呗，各司其职啊，因为既然变形金刚是安葬的人的话，对应的。是别人来放兔子，而不是自己放，因为自己一放，万一放错了以后，连环出差错了啊，所以也就相当于不同的环节的人在把握，在不同的事情，好，那我知道了啊，因为刚才人上人下就经过他经过这边，那经过我这个眼睛的时候就跳了两下子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